应用时间啊，用咱的精进，破开了烦恼啊，那心就会清净啦。所以你烦恼这么多工课，干那坐在遐烦恼，看这多代志也未做，啊，在遐在咧起烦恼，啊，你哪会歪起来？有偌多时间，有偌多力量处理偌多的代志，做都对啊啦。啊，那是干那坐伫迄个所在，看代志做啦。双手摊开，人坐伫迄个所在，内心烦恼，烦恼这个代志做未完，空间还是同款，囤积遐多，个物件爱咱整理，时间确实呢不断流逝过，人停伫迄个所在。内心呢，蹲着烦恼，这永远都无法度好处理，无法度好解脱。敢若有一项想通啦，起来手叮当，有偌多力量，偌多时间，做偌多代志，那才会予咱烦恼的物件。甘唔就是减少去呢？烦恼减轻啦，心都会清净啦。